警方一破门，大声呵斥，屋子里的人吓得动也不敢动。新庄中港路的民宅里居然成了赌场，除了专业赌具，还有这枚荷官，十多名赌客和将近30万的现金全部人赃俱获。而警方最意外的，赌场荷官居然神似一人曾配词，雇起这个专业的美女荷官来发牌，当镇店之宝。甚至有赌客为了证明女荷官慕名而来，用这个 LINE 来联络群组。赌场负责人完全没在怕，离派出所不到100公尺，居然私设赌场，其中赌客里还有在校大学生，用 LINE 当赌场宣传工具，加上明星脸美女荷官，难怪生意兴隆。高调聚赌，最后当然难逃法网。记者黄天耀、张以仁，新北报道。